船146洞沟，中国海警船146洞沟，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台中舰。你现在位于我专属经济海域，附近的船舶为我国合法通行的船舶，请保持理性，不要干扰其航行，请保持理性，不要干扰其航行作业。专属经济海域，附近的船舶为我国合法通行的船舶。